problem, I know where to go. She had them apple-bottom jean boots with the fur.又杰是可能平常都喜欢闹我，然后欺负我，然后丢小八哥给我，然后丢小八哥一个一个丢给我，然后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但是他都喜欢跟闹，然后其实周杰就是一个讲话，他其实是一个很懂事的人，然后我觉得周杰今天这样丢，我觉得。我有不好的预感。谢谢漂亮哦。等一下，现在是专属的意思吗？我不行，我快 hold 不住了。我已经说我不哭了。画画的魔力就是，画画的魔力就是，说完画画之后，他们都会打咯。都会连胜。漂流看一下右上角的铃铛。天亮了，雨下了，你走了，清楚了，我爱的迷失了，落叶飘在你的没有关系啦，没有预定。再见，看我老板，谢谢，有这个心意就好了。这是我刚开播的钱，我是有刚开播的前几天，每天都问人家丢我礼物，丢到一直哭。我都因为人家丢我礼物，感动我就一直哭，大家都说我是爱哭包。然后我说，我以后再也不要哭，因为这个哭。我说过，我以后不要再为这个哭。到现在我还是忍不住。又渴望哪里找？再次拥抱，一分一秒都好。我们打完就很感动。
让你们对我那么好。你看看你看看不到，我假装过去不重要，却发现自己把那就去讲还有个好笑，不小心就到一三一四。就是讲的太好笑，他每次都这样。谢谢小峰的礼物，每次都害我哭笑不得。我之前还边哭边唱哭笑不得，哭笑不得。就想才知道其实修杰刚应该还可以拿到那个蓝灰耶，可是他七七八九就觉得他在帮我，知道他在干嘛，他知道我有截图的习惯。我知道修杰他有截，他知道我有截图的习惯，所以他才七七八九九九一三一四三三四四五零五的在丢红玫瑰要让我截图的。真的很贴心，谢谢你们。我都觉得我没有资格让你们对我那么好。这两千已经是我的。我都没有注意到有人帮我补到两千颗爱心，谢谢黑杰克我老板的爱心。我要忍住，我忍住，我先去把我的鼻涕通一下。我忘了怎么沟通，甚至忘了怎么写字，我没法打字。我觉得我应该不是跟他竞争吧，因为现在是凌晨晚上才是关键，晚上应该会情人节当天会疯狂多的土豪狂丢。你说现在这一首吗？离开 MC Hotdog 的离开，谢谢逍遥的布丁。顾客刚刚已经给我守，已经开我守护了。我已跟顾客说他是我的专属天使，永远的守护。最好笑的是，我一直没有注意到，我每次都不会注意到我的守护有亮，都要人家提醒我，我才会知道我的守护要按。然后顾客丢了三三四四个玫瑰之后才叫我看一下我的守护，结果亲密值应该就没加到了吧，那是旧的亲密值。你也想出去不知道去哪边生钱？不用啦，其实你们来看我我就很开心哦。我都觉得我唱歌那么难听，我什么都不会，你们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所以我才会一直哭。我的守护卡很多是可以折钱吗？什么？你们看纠结又在帮助我截图了，他知道我有这种乡巴佬截图的习惯。我假日其实基本上是穿 cosplay 的。哎，杰克，我老板，你那天有没有去记者会现场啊？谢谢顾客的高跟鞋，这
个留着留着，这个是可以当任务礼物。嗨，小任，谢谢俊爱的四叶草。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又不像其他的主播会唱歌，可以带给你们快乐。我都觉得我没有资格。你是小咖妹，很少来啊，干嘛需要人家找你去？你都知道地点，只是你自己不去而已。谢谢漂亮的广播，谢谢过客的玫瑰，谢谢俊言的四叶草。其实我很忙，看得出来。是吗？可是我觉得主播唱歌都要很好听啊，我会玩游戏。啊，谢谢天蝎蓝玫瑰，我们初次见面嘛，你就对我这么好。你转过去看你妹，会很 happy。谢谢纠结。谢谢你们安慰我。谢谢天蝎。你只来过这里三次，却感觉你哭两次，我笑了，我真的好爱哭哦。我最常哭的点是，人家送礼物给我。不，你记得我第一次哭是为什么吗？是因为有人开我守护吗？对，我记得是有人开我守护，没有。我记得我第一次哭是勇勇先开我守护，然后我就说我一直想要有一个守护，我之前的守护不见了。然后后来隔了没几天之后，又同时你们一起开我守护，我想要一个守护哟。哎，我这样说起来，你们都陪我好久哦。第一天是勇勇。谢谢天雪，对，刘海，我的刘海超重要。谢谢纠结，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第一个是火舞，谢谢天雪。我们是初次见面吗？还是很久没见？哦，对对对对对，风哥的那个正式版。可惜，我也曾被你捧在手心。就研究细心，哦可惜，哦可惜。
上 RC 了，难怪我想说这么久没见，不是这么久没见，是初次见面，你对我这么好，谢谢水野的爱心，谢谢过客，睡不着才来看看，谢谢谢谢过客的好玫瑰。想不到我都播两个多月了，我还是没有办法承受，我还是会很感动。嗨，露露，我刚真的没有哭。嗨，尬卤蛋，我今天又在尬卤蛋了。我今天又在尬卤蛋了。现在打漏会有人吗？会啊，可是记得先刷花花再去。传说中在我这边刷完花的人都会有啊，加专属会有赖群啊。那漂流不是早就是我的专属了吗？漂流你怎么问了这么可爱的问题？你们都没有看见我哭，我拼命的把它忍住，我拼命的把它忍下来，虽然说刚喷出来，现在剩鼻音，所以真的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大家情人节快乐，我真的好爱你们，好爱你们。我想问到我情人节可以过这么开心，被你怪打死。我觉得没有说好哎。情人节快乐，啾啊露露，爱你哦，爱你们大家。你有看到吗？谢谢天蝎。先帮我刷花花才会赢哦、我不喜欢看他哭，我超想看，我超想上上害羞了，很默契。好，露露，赶快去睡哦，啾啊、哦！我没有哭哭啦，没关系，这个哭哭又不是不好的哭哭，我是感动的哭哭，不是难过的哭哭。记得帮我点点关注，这边这边。对，你打漏前要先说话，不然就会被野怪打。我要把这个第一榜先截起来，免得晚上被刷掉。这次不是假的玫瑰榜哦。没有啦，讨论游戏其实还好啊。这真的好笑。现在我看呢，现在泡面晚上应该还会再一波。我觉得泡面、噩梦或七七。
慕尼卡西西 IG 不一定，我觉得他们晚上还会都在一波，我应该会不刷下去，所以我先把这个第一先把它截起来做一个纪念。哦，对，还有七杯我都忘了，因为他现在没有在榜上，榜上，所以我没有去看。因为他们不是开半夜的啊，他们都是开晚上那种，什么下午晚上八九点的啊，他们都是那个时候刷，他们声音不会上，可是泡面就算不上也会有人帮他刷礼物哎、欸。对啊，我常常看到有人就送我泡面什么什么什么。其实我最珍惜的就是你们了，因为你们陪我很久很久，陪我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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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直在我身边，人来来去去的，你们一直在我身边，我最珍惜的就是你们了。记得要帮我撒花花，我今天影片就这四支而已，抱歉让你们一直重复看。这是什么歌啊？我看一下。